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的频道，我是兔兔郎。来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假肢加大挑战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 Lesbians 是不太有长指甲、长指甲的。PPL。对对对，因为这是 you know。还记得那是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，你在那边讲说公司的姐姐，因为做指甲很漂亮，这样滑，然后滑手机会有一个特别姿势，对，要避开那个指甲，打字也会有一个特别的样子。这也给我们经纪人莫大灵感，所以他又开始出题了。对，这以后就叫做整兔狼系列，整兔狼还不错啊。现在很紧张，要上道具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先把那个假指甲粘上去。还听说不一样长，我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来来，好来，鞋拿来拿来，快点，请上道具。哎、欸，这个好适合你哦。我们要猜拳，你们两个人如果猜赢了，可以先选你们要哪一款。我现在觉得很害怕。来啦，不用来了，剪刀一把哦。剪刀石头布。我当然要这个、啊欸。你不适合那个。先拿一片试试看。这是要粘哪里啊？很适合我啊。是，好尖哦。哎呦，我看一下，你再借我一下。好，你很适合这款啊，我觉得你死定。我觉得我的无名指可能是别人的小妞妞。哎，不行，这个对不上啊，那边在玩拼图，你开心吗？怎么那么难？你开心吗？赞哦！就是有这种坏人，对啊，食指，剩中指了，中指应该是这个，感觉比较宽。哎哎哎，我这边排半天了，可以不要把我的那个弄掉吗？我完蛋了啦！你知道他要惩罚吗？哈？惩罚是要待到吃晚餐的时间。真的假的？我等下去浴室哎、欸。老板，你觉得你有问题？是妹妹还好吗？那个是狼的队友，那个是兔兔的队友。啊！哇！好像很漂亮耶，你不要弄我。我真的要生气了。拍摄者不救你哦。哎，我好像也真的还蛮适合这个指甲的。我今天还戴钻戒嘛、哦，好厉害哦，真的好妖娇哦。这样今天这样子就搭配很完美。他好像把自己当那个鸟类，这样夹。好了好了，很挣扎的，好痒哦，先抓一下。这样也比较好抓，还不错，蛮那个，蛮有到要害的感觉。好，第一关我们先挑战戴耳环。我觉得光是拿下来就有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拿下来。这个手不是我的哎、欸。我到现在摸不到那个耳扣在哪里。我好烦哦，在哪里啦？虽然说指甲这么长的人，他怎么生活的啊？我换一边看看好了。哎，这手真的不是自己的呢。可以要用抠的，努力抠起来。而且你知道指甲没有触觉，我根本不知道我碰到什么东西，然后那个耳扣又是不是我的东西？你以为是用来支付你？是拆下来，哎，还有一边还没有，它两边都拆下来，然后我怎么样都拿不下来。好啊，那你可以请求支援啊，因为这还没有正。你知道我的支援吗？对啊。我以为我支援得了吗？你看一下，你支援得了吗？如果不行的话，就算了。我觉得我支援不了哦，我觉得很讨厌、啊。怎么看你好烦哦！我现在连耳扣都拿不起来了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安娜她说要让分给我，她说我带回去，她就要让我赢哦。我觉得我已经要赢了。安雅已经觉得现在很失控，因为她没想到她出的题目真的太难了。对啊，我没有想到会。她已经不需要计时，已经造成我们。哦，脚到肉，脚到肉。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救援不了，安雅救她。好可怕哦！我想救你，完全救不了哎、欸。
我成功了，有看到吗？啊！所以说指甲这么长的女性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其实都是花15分钟戴耳环的啊？那反正我们再来绑鞋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觉得我会输。要绑个标准的揪揪哦。揪揪要标准哦，靴。哎，有人完成了。你拉错孔了，是这一条，是这条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对。还掉出来，1-1啊！好，再来第三关，我输了。第三关，我们来穿衬衫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们好像两个直男在体验女生生产呢。啊！我完成了，数下是不是5颗？我赢了。下一关。好，下一关挑战 OL 的打字。好，你们要照着上面的一样打，打对了扣1秒。来，要开始了吗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完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了啦，我也结束了。你们两个掐了56秒，好，来，我要看一下有没有错字。嗯，很快，好，两个字，错2秒。那我觉得应该是我肯定赢了啦，你肯定赢了，你就别数了吧。现在2-2，最后一个很重要哎、欸，最后一关很重要哎、欸，最后一关穿针引线。哦，好可怕哦！来，我们发一下道具。这是一个 RW 的布，我们让经纪人处理穿针的部分。对，我们直接开始缝。我来看你怎么穿啊！来啊，你来穿。我很会哦，真的假的？不能沾口水哦。第一次穿的那个线不够，你要留多一点线给我们哦。好，感觉很厉害，很会穿。我要让那个大家看看。金姐好像真的很会用指甲做事，而且你看她那个就是很利落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啊！来，停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等一下。哦呦，这个布很烦。你不要这么晃好不好？我很难拍。你以为我可以控制你？你现在手真的很像安吉丽娜裘丽耶。对对对对对。想不到你已经痛苦到没有时间在那边自满说，对啊，我很像安吉丽娜裘丽那些。你很敷衍耶。对，他已经觉得很痛苦到无法连称赞自己都没办法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你很快耶。我觉得 R 比较难、欸、但我觉得你有利落哎、欸，你 是越来越习惯有指甲了，并没有，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。重点是 camera 看我现在录他的样子，你要看一眼吗？谁叫你手给我这样？没办法，会不会这样拍到指甲？谁叫你手给我这样？好了。我结束了，好了，他完成了。那公布一下时间，3分46秒。你不能否认我缝得很美吧？对，好来，快点，噩梦快结束了。有请。哎呦，我好怕被插到，傻眼。预备，开始。开始了呢，妹妹。我已经开始了，不要吵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不要吵！我作诗啊，我真觉得很痛苦。你把针吐在桌上吗？对，这是我的技巧。
欸，你还真的会缝东西，我都不知道。想不到吧？真的。然后我一边还要闪避被你戳到，我真的觉得我好难哦。就是说你诠释那个长指甲的人诠释得很好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怎么说？你看你现在手在干嘛？就是有符合他们会做的手势。连那个拨头发禁止，我是禁止你在给我拨头发哦。这样做是慢悠悠的，真的哈、哦。那个你的线卡住了，不小心皱皱的。哦，稳重。你的成品很棒，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。这个拿起布这个动作也是，不要被自己针插到。怎么样？好了，就这样了。那我要把指甲拆掉了。我要公布兔兔的成绩，9分半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回到原本指甲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我指甲很差。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你首次开始出来了。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好不好？没有做指甲的人，我就不信你们弄一天感觉怎么样，跟我们分享 ，OK？ 欢迎联系我们经纪人艾娜，她这边还有剩余的假指甲。对 对，你看我的 OK 还比成这样，艾娜你要看一眼。OK， 今天影片真的是非常的累，又非常虚脱，恭喜狼人。然后我就可以戴指甲戴到晚一点，这样子。好啊，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想要说拜拜，拜拜。其实不难，不难啊，这个还好。你先夹到东西再跟我说。夹不到哎、欸，卡住了、欸。哈喽，卡住了。你夹到东西再跟我说不难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可以啊，我觉得还行啊。嗯，好，挑战成功，拜拜。